不要分享直播间啊，人太多了，人太多了，直播间坏人很多的。我都不敢动了。美女 ，I'm coming。嗨，我的英文呢？我今天下得很早，肯定会下很早，妈没睡着觉。为啥呀？睡不着，我不知道为啥就睡不着，好困啊，我都要死了，都睡着睡着产生幻觉了，我在梦里，我搁那儿看小说，看漫画，干点啥不？干点啥呢？不知道，我肯定会早点下午今天。我十二点不就下，这么早？嗯，那你今天就休息呗，你就别那啥了呗。今天刚好状态稍微提了那么一点点。哎，咋我咋变大了呢？我开了个 PK。Hello。
你们好。哎，我怎么看不到 ？Hello。那么就结尾说吧，好不好？行，过程能玩吗？过程我们拉票吧。嗯。好嘞，好嘞。你组的？啊。嗯。大家给我点点赞！哎呦我天，吓我一跳！没事没事呗，没票不能活，天天挨打，打到现在，都还没打习惯了。谢谢。欢迎八酱。我是不是骂人骂多了？我嘴巴烂了。谢谢八酱送给我的蜗居。谢谢谢谢各位兄弟们。谢谢各位兄弟们，谢谢各位英雄好汉，我们一起相一相吧。这把要是我们输了的话，是接受惩罚呢，还是还是 B 方案呢？问你呢？啊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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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跑欢迎 HH 哦今天哦没有我以为星期一了今天星期天哈哦嘴巴烂了啊好痛哦就跟那个一样我嘎了哎痛死了这首歌最近会成为我的本命直播哦我的本命歌好帅啊这个我上一下能跟我说你我上一下了感觉要输了感觉我跟你说我闺蜜她突然今天给我发了一个那个发一张照片我以为她在那个我以为她在横店她不是在跟别人拍剧组吗跟剧组她说拍的是那种小短剧她说当牛做马现在都还没有下班明天四点6000应该不出意外是200一天然后他说这么便宜啊对然后他说不出意外的话明天4点起床现在没下班驴都没这么能干的太好笑了又好笑又惨接得好纯好欲啊酷的哟哎呀有没有奇迹啊有的还有一分钟的上我直播间都是小号都是几级的万一有隐藏大哥呢可能性不大我扫了一眼嘟嘟嘟这还是那个歌啊那刚刚那个是 DJ 版这个是不是 DJ 版
好好好好，还得是你。哎呀，我有点不敢，不敢执行第二方案。我先那个执行的哈，我先执行，然后你再那个什么呗，你做你的呗。执行。喂，哎。我这怎么人变成拼图了？没台吧？你看看，我这怎么变成拼图了？没有，我们看你是正常的。你看你队友还在不在？这样你还卡吗？没三千三。哦，我们什么惩罚？看不见人了。嗯，但是你队友呢？队友是被抬了还是？应该被抬了。你找不到他了。他被抬了。嗯，那你就带那个呆萌那个特效吧，好不好？嗯，好。嗯，谢谢。这个特效可以吗？行。行，好，那我先溜了，拜拜。好，拜拜。好。不好，不敢跑。也不是很敢啊，我队友呢？我队友被抬了。当牛做马的一天。当当当当当当。这么说你打不过。这么多兄弟都是白嫖啊，打不过他们，我靠，一人可敌千军万马，你们懂不懂啊？他说你被抬了，你真是个好人的月牙儿。我都马赛克了，我这边刚刚。哎，确实我是被抬的。一人可敌千军万马，一个大哥可抵千万白嫖，能打过、啊、我气呀、啊！嗯，好无聊哦。好困啊！你放首歌给你听啊。嗯。听过。抖音，嗯，抖音伤感 emo 神曲，深夜必听，配图是个汤姆猫。岳老师已经饿成厚脸皮了，确实。当当当当当当当，不大呀声音。什么歌？什么声音不大？他们说你的声音。缪斯改名字了，我没有改名字，这是我另一个号。我嘴巴好痛。你俩好像好久没有连麦了耶？对，我俩之前吵架来着，我俩打了一架。对，我们俩。然后我们就绝交了。嗯，最近他给我道歉，他给我下跪，他给我舔脚，好烦啊，好恶心啊你！然后我们就和好了。撕脚皮，好恶心！他把我脚上的针眼治好了。你好恶心啊！88贴纸，兄弟们想一想吧。笑死我了，离谱了！感觉我。你我带这个花之后，我发现好多主播都他妈带花了。我也有花儿。你带不带吗？带一个吗？我带个屁！我带，我也有花。我这个是买去买的，买本来是之前不是去巴厘岛玩吗？本来买着去巴厘岛拍照的。我还有花耳环。我搞忘拿了，好丑啊！你耳环。你放屁！你滚滚！我还有这个花耳环。哦，明天我家赵丽颖新剧就上了，家人们要支持一下哟。你跟我讲价吧，搬家，你说个价格。啊？没有，我在跟他说那个进群。进什么群啊？你卖片啊？你该滚！我有别的片可以给你，你可以给他们发。
会不会被抓进去啊？我不知道，我没有哈，啥剧也不知道。我在看鞠婧祎的剧呢，好漂亮哦。我们赵丽颖的，我们赵丽颖的新剧叫做《与凤行》，记得关，记得多多关注哦。到时候我们杨幂出的《狐妖小红娘》，家人们也记得关注一下哟。我靠，我太喜欢这美女了。杨紫好像也出新剧了。哦，杨紫现在是越变越漂亮了。我一直觉得好看来着，她之前把我惊艳到了，我一直觉得好看。啊，记得找赵丽颖拿宣传费，她也吃上我这波流量了。啊，好鸟哦。曾经这是无人之地。流量给到他了，他能不能吃下就看他自己了。不然我睡了，你给我刷点嘛，大家。你给我刷个保时捷嘛。你觉不觉得我看上去好那个好破碎啊？你不说话的话，你看上去挺破碎。他们也是。你说话不太破碎。我昨天刷了，你都说了是昨天了，我今天想看一个。想看什么？看个嘉年华。看个跑车，嘉年华我都不敢张口。昨天刷了600，你今天再刷400，我拉你，是不是？凑个1000嘛。你都已经刷了100了，还差300块钱就可以进群了。我都不知道跟谁说这些话，大哥们刷点儿，来今天。不容错过哟，搞活动呢。嗯，嘴巴烂了，痛死我了。好鸟哦！快拉我，你刷点。看上去好柔弱呀！我看上去好柔弱呀！再配首歌，等我一下，配首 emo 一点的。进群花了几千呢，那是你自己要推的呀。等我一下啊。嗯。啊，这歌你配上我，真郁闷的要死。等一下啊。这啥歌啊？情诗啊。我给你配。不要。我给你配。这个。来，破碎一点。这不破碎吗？我觉得好骚啊！哪里破碎了？这哪里骚？这多破碎呀！哪里破碎了？这个才破碎！这个好惨的，这是我觉得这个适合你点。刚那个歌适合你一点，你懂不懂嘛？看一下，我一般腿都是放在这上面的，你放呗。嗯。好想笑啊！破碎。60，干嘛？这是一个故事，好像是在一个打仗的时候写那个什么故事。我为君王抚琴时，转头看到你，
前生终身藏处于的心事。月光长长长长到故里，送回多少离人唏嘘，沿着你喂给我那勺热粥，这年月能悄悄的过去。你们找我要歌名的一个我灯牌都没有，还过来刚刚什么歌，我肯定不会说啊。想什么呢，你好歹给我刷个灯牌吧。啊，怎么会有人说人家身高啊，怎么拿人家身高说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啊。放白话里不要六怎么了，不要拿人家身高说事儿，什么事？黑不了其他地方就黑身高，是不是？谢谢西西的星星，谢谢西西。抄你狗头上！哭的哟，上当给分没了哟，哭的哟，哭的哟！你这么搞笑，谁给你刷礼物啊？我刚刚在看1988，好看吗？我没看，那个没看。一天吃多少饭吗？多少？一口。你减肥啊？吃不下。狗罐确实，我没看过1988。你吃一点就会吐，就想吐，吃点就想吐。我没有看过。缪斯，干嘛？什么什么意思啊？谢谢八酱的关注。好无聊哦。好无聊哦，干嘛呢？不到啊。看我瘦了，你真厉害！我骑钉儿呢，是不是在你那儿啊？在我这儿？对呀、啊，那可能在我这儿吧。你给我修脚的时候，应该是落这儿了。好恶心，你烦死了。我昨天奶茶还剩一半多，你真行！我还是你别，你别扔呗，留着今天继续喝呗。我刚喝了，好像馊了。你真牛逼！真的馊了，好像。我怕喝拉肚子上。
我人一多，我啥也不敢干。我人一般上2000，我就搁那傻坐着，让他们全走，不要分享我，烦死了。我靠，我都快甩废了。2000人一袋，我差不多就得下播了。这么累啊？吓死人！我跟你说，2000里面有1900个人都是坏蛋，姐们搁这坐着都要早。你不是，你不是坏人吗？你不是坏人，你给我刷个嘉年华证明一下。你只是看看而已，看看，那你白嫖你坏，你老坏了。好看吗？好看，给我刷点。好看，给我刷点嘛！不要光嘴上说好不好啊？我觉得我笑起来好，好性感哦。是，那你就笑着吧，你哭起来更性感，你哭给我看看。我哭不行，我哭的时候要发疯，你知道吗？骂人，疯狂骂，满嘴喷粪。晕！我谈论啥器官啦？给我提醒一下的。他说我谈论器官，那你注意着点。好爽是什么意思？什么鬼？我谈论器官，我谈论什么器官啊？我就谈论那个肚脐眼都不行。我都不知道找谁，我都没人可以找。哎呀，哎呀，来不了咋？老适合我现在了，你看 ，Let you see，Let you see see 看呢。だって私の美しさの 10% も描き出してないじゃないの。期待外れだったわ。買いかぶりすぎてたようね。自罚188。有份儿嘛？听者有份儿。
感动了缪老师。你看我瘦的，你看我瘦的排骨，看没？看到了，看到了。瘦的。我听到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听到。对面。对面。对面。我的希望。来点来点来点什么？谢谢关注。三总18.88拉我，我靠，你真的挺离谱的吧，酱我说实话，你真的蛮离谱的。行行行，5000有了吧？有了。什么啊？5000？什么？就他进我的群，大概花了有5000块钱了。分我2500，听者有份。你鬼！他之前是在群里发红包，发给我的。我靠！免费拉我一次。嗯。这么爽吗？我怎么没遇到给啊？之前有大哥跟我就说啊，咱们玩那个真心话吧，就是发红包的那种。他们发红包应该，他们说红包应该是很大的那种，我不好意思，妈的，我拒绝了。我的希望，行行。好的，很多行行。もちろん。でも先生もっと良くなるんじゃないかしら。装不以前好看，你看以前不就行了？你看什么现在？还在我现在直播间说，关你破事啊！这么让你看，啪！你觉得好不好看一点都不重要，是不是？ごめんなさい。でも反弹。行啊，八酱。反弹。弱智反弹。反弹给你全家，反弹给你儿子，反弹给你女儿。等一下，我先拉一会儿。反弹给你，反弹给你儿子，你儿子生没屁眼儿。真服了。我拉人吗？我这没票嘛。我也不想骂人了，怎么老是有这种人？他。这种类型啊，烦死了，又好笑。Hello，Hello，Hello。哎，少了一个人呢。哎，怎么只哦对？看到小尼可。哦，我们最后再说吧。我们分组好吗？你过来，我过来，好了。好。行，那我们先闭麦喽。为什么只有这么点时间啊？这么点时间。是我开的吗？难道？应该是我。这歌都在嘲笑你。星星，魔道，灵感在中流，命带呢，我的希望。
跳个我跳你吗？赶紧滚！怎么憋住了呢？我疯了，我没号了。谁敢带就不由，你答应呢？我的希望。这首歌也好听，跳舞适合跳舞。八嘎，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拜拜拜拜拜拜，慢的哟，耶，慢的哟。哈哈，试试票吧，老铁们，八角，八角，八角，忠诚一生，八角，八角。帮帮我吧，八姐，八姐，心肠。我靠，这么哎，结束啦。他那个就两分钟了。我去，好，可以 ，OK，OK，OK。他还让我做个广告，真的是，我告诉你，你是广元的呀？对呀、啊，我也是广元的。回我吧。但是我们广元窝了，谢谢我们开始，真巧呢。那确实很巧，你那都是老乡的话就不发了吧？好，都是老乡的话我就不发了。行，这个礼物也是，这个礼物也是老乡上的。嗯，好。欢迎我，欢迎总，拜拜，好，拜拜。谁敢带这不要？你看到了吧，出门在外脸皮厚点还是有点好处的。又被提醒了。等会儿我要是再碰到一个人，他说他是上海的，我就说我也是上海的。弄上海的，上海弄弄上海的。弄嗦嗦谁敢得救不由，我的心谁敢得救不由，你答应呢？哭得哟，我的心老婆还在这呢，这样三桥哥 top 十一评分八八，我赚二百。等会儿可以早点下播，我操！我今天播了两个小时，赚了100块钱，到手50块钱，我难受的想死，我难受的一逼。哎呀，只要你不想着赚钱，就能赚到钱。也没有啊，我想不想赚钱，我都赚不到钱。嗯，我反正没有想要去。要赚钱，所以心情就会很好。哦，妈哟，妈哟，人生得红巾，谁在来顶红军？你唱的歌我都能接上。嘿嘿，你唱我来接好吗？人生得红巾，没有什么好听的歌了，感觉嘞。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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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俩真闲，我俩跟那个闲逼一样，真的很闲哎，不知道该干嘛，好无聊啊，哦，好无聊哦。我跟你说，
八卦吗？不是。哎，你应该不会看魔，你没看魔道祖师的吧？没有。傻逼。叫缪斯，我的大号。你又不放，你刷嘛，你刷了我就给你放。你放了我就刷，你刷了我就放。不听了，不听算了。嗯，这不是蝎子吗？他们叫你蝎子。听个说唱。I need a show of being too near kind of true. Sugar hard, just a bang, you too hard to see. She got to eat me, damn, doing quite a young trend. Quite sweet, damn, now we're just a need.多得很，啊啊，啊，应该的，应该不会的。
听的呀，就是一个专门说这些事情的人，他在直播间讲的，我已经听到过几个这样说的了。我刷到一个他就老给我推这种，我刷到一个他老给我推这种类型的人。哎呀，管他的呢，他们反正都要那个啥的，对吧？我喜欢他的人生态度，他就什么事儿都无所谓。我只喜欢人生态度，毕竟我是佛系粉丝，所有的漂亮的我都喜欢。那你想想那个孙怡呢？她的人生态度塌房了。孙怡她咋？我都没关注过她。她塌房了，你不知道吗？这两天。不知道啊。嗯。我喜欢的，要么都感觉都是女顶流。她不是女顶流，但是她就是给人的人设是。艳男，我独美，清醒，洒脱，但是他智三道三，不是孙怡吧？是孙怡，被爆出来了啊！我在抖音上看到的是，那个演，韩素汐，不是，爱情公寓的那个，不是李金铭，不是李金铭，这几天有好多个瓜哦。我不吃，不爱吃他们的瓜。你女我也不爱吃啊，抖音推给我呀。你就别点爱情公寓那个反转就是其实根本就不是李金铭，是不是嘛？他们故意的，怎么可能人家李金铭因为那么点钱搞这些东西啊？人家是明星哎，人家一个爱情公寓能够他吃一辈子了。我说实话，我，对，除非我亲眼见到他们说啥我都不会信。要见那是不可能，这辈子见不到。但要跟我说王鹤棣做了什么事情，我依然喜欢他，那又怎样？本来就跟我没关系，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是吧？这都是网上传的。今天你看这网上天天造黄谣的这些人，而且即便我就像我喜欢，如果我喜欢那个女明星，即便这个事情是她做的，我也觉得无所谓，很正常。换我也这样。对呀、啊，我什么无所谓，什么什么，就李金铭那个呀，我说。而且这个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是吧？嗯，有自己的选择，不要用我，天骂人家，天去我底下骂人家干哈呀？李金铭咋了？李金铭没事儿，他就是被人给搞小动作搞的，其实没他什么事儿。可惜了我们家，可惜了我们家轮儿子了，如此之帅，唉，都还没有狠狠的追过他呢。喜欢了，我喜欢，我从18岁喜欢他，喜欢到现在25岁，我喜欢他7年。缪斯，你又喝多了，你喝多了你就找你家灯牌这个主播说呗，你提了个别人的七级灯牌，你搁那跟我说你喝多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来安慰你啊！真是，你有大号灯牌吗？有的话我给你道歉。没有的话就死，神经病。你又喝多了，你喝尿，我给你倒杯蜂蜜水呗，我给你买个解酒药呗，我给你找个男人给你弄杯牛奶。我关注你就是你灯牌了，我不能关注你，不能关注你，那你是你关注我就是我灯牌了，你关注，那你把抖音主播全关注一遍呗。有病关注一万，你疯了，你好像是真不知道。拜拜，白刷了。等会儿，你给我刷过呀？对不起啊，哥，你听我说。哥哥，刚被开玩笑的。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以为是路过的那种人。你听我说，我先去看一下，你他妈给我刷没刷？没刷，老子骂死你！我靠，你拜拜白刷了，我看看。我看看，你给我等着，你最好是刷了，你走了，你别走，你走什么？说明你没给我刷，你搁这装逼，你妈的，你装，你别被封了。他前天来过，我的小号吗？我看看，你放个歌呗。啊。之前来过是吗？他的名字我挺眼熟的，完了，但是。
他说他给我刷过，我真的没什么印象，我说实话。我记不住人名儿，不知道为啥。看见来了，俺可喜欢，俺可喜欢。9块钱，好好好，行，喝多了，那你多喝点热水吧。不好意思啊，可得哦，谢谢努力招聘中的关注，谢谢。缪老师嘴脸，哎，完了，刚才差点把人家服务员打了回来，又挨骂跑了。那你去吧，拜拜。谢谢灵芒送给我的灯牌啊，谢谢灵芒。嗯，苦的哟。我就不说了。欢迎鹦鹉军师。这有多少钱？又不是王思聪说的。我感觉我现在，我一跟绝友连麦，我就好像，我就像放飞自我了一样，我像网络喷子一样。那我这哪里敢打人物？别说了，我们去年砸了个酒杯就赔了7000块钱。可以去他家门口泼粪啊！你砸的那个酒杯挺贵呀、啊。哎，我看了一个那个，就是他们就是有就楼上楼下邻居嘛，就不和睦，然后他那个楼下的他就不敢打，他打了那边犯法嘛，他就抓了一把屎，把那个门一敲开，糊了他一嘴。然后他赔了5000块钱。然后赔了5000块钱，好，因为不道德嘛。然后那个楼上邻居他也想不过呀，他也抓了一把屎，我楼下一嘴，然后他也赔了5000块钱，然后说来说去就是每个人就各吃了一坨屎，可以不赔屈补到7天，这么严重吗？每个人赚了一坨屎，太好笑了，这都这个有。魔法攻击啊，这也要赔5000吗？不懂，你有点想说两句，你可以觉得我在装，反正说完就走了，不会再来了。你不会再来，你就别说呗。你去谁直播间，你就去谁直播间说呗。你搁我这边说啥呀？这不就是在装吗？这不是要你挽留他的意思吗？不刷是因为我不能关注女主播，我对象抓我抖音等级。那你看还看个屁直播啊？你还在女主播面前搁那装什么装？那就不是我说的，是对面说的，太过分了，就杨子，你说人家，你干嘛？你说人家没钱，我有一个亿，我还穿直播了呢，因为我爹现在不给我，让我先历练一番。装什么啊？谁懂啊？画什么大饼啊？没吃过吗？大哥的大饼吃多了，吃你的大饼，我会挨骂呀！我不一定看到他的弹幕，他多少级啊？11级，11级就装上了，我靠！11级就装上了，这先不装，咱不装，好吧？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热红茶、印度早餐塔。是吧，真能装是吧，这人真的好能装哦，装什么啊，姐妹多大了看吃你这套老能装了，一共才刷到11级就开始装模装模啊，你一共11级 how much 啊，刷100块有没有，200，
200差不多吧。200块都装起来了。我没有啊，200都没有啊。200没有你都开始装起来了。吃个烧烤，我们上次跟我姐吃个烧烤都花了170。他真的像个喷子一样，我说实话，他像个喷子一样，救命啊！你们我直播间的别骂我啊，我骂他直播间的，又没骂你。可以再给我多刷点吗？你都41级了，41级十几粉丝才了，调了好久，你可以给我刷个嘉年华吗？斑斑里呀，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别是虾，海鲜家，泳池泡，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轻轻一夹，明天又是周一了，愉快的周末 over 了。哎，楼上要开始装修了。好听，但这个歌只有一小段。哪个啊？这个，我把这个都设为我的打微信电话来电的。我听听。喂，听得到吗？听得到。声音开大一点。好听吗？听了一点，但没开唱呢。没有唱，就这么一段。一段我不喜欢，我喜欢，它是 Big Bang 改编的。Big Bang，Big Bang 呢？原版。哎，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姐姐喜欢张根硕。张根硕以前是挺帅的。我还有李荣浩，我不追星嘛，那会儿就是男明星我都不是很感兴趣。那时候小天只知道玩泥巴，哪里知道男明星的好吗？现在张根硕不是。现在有两个他那么宽了吧？太可惜了，他们那边的空气里面真有酵母。你说也是，李荣浩也是。你说我喜欢的李钟硕回得去吗？我感觉他没回去啊，没有以前那种感觉了。哪里回得去哟？那我好难受哦。我韩国唯一喜欢的就是他了。觉得确实很帅，本来想过去追星的，那段时间他胖了，算了没追。太难，说胖就胖呢。我看一下最近最新路透，李钟硕。太难。是回不去了呀，江代表，我的妈呀！你说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我这样直播间会不会有人骂我呀？开个评论互动，我看看呢。我100多个人，拿啥弹幕？他们会骂我吗？不会吧？没有。骂我啊？没有，没骂你。你说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现实太诱惑。你说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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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不仅不骂，甚至很喜欢。哇哇哇哇哇哇！爱你。啊，我们家钟硕回得去不？为什么？放点土嗨的歌呗。土嗨，我这里没有土嗨的歌，我这个人比较 fashion。放个这个吧。
怎么可以开启共唱？这还能共唱唱？哎哎，这怎么弄的？哦，要点歌哦。哦，在哪里哦？哦，这个哦，这个可以哦。哎，怎么点？点什么？我们两个可以合唱呢。男女共唱的，唱那个《梁山伯与朱丽叶》。男女共唱的，哎，我听不到你的歌声音。男女共唱的啥歌？现在可以了，《梁山伯与朱丽叶》，我爱你，你是我的罗密欧。哦，不会呀，啊，有点甜吧，那就。那行吧。好，开始，我们俩一起唱。你放了吗？嗯，点了。我在哪里看呢？词在哪里看呢？歌的声音太小了，词呢？旁边。词在哪儿？礼物心愿下面。摘一颗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可，像冬天的可可。哎。词呢？票队伍，你有词吗？约定过，有啊。在哪里啊？你给我转个屏呗。对我来说，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就这样穿进我的心窝。你唱，你唱啊！不是，我这边听的声音真的很小，要不我放吧？行。哎，这个怎么关啊？我来放你，而且我这边看不到词啊，我点一个你看看，你放得到词吗？行，你把你这个换掉。我切割，我切了。 OK 啊，你切了。对方主播删除了你点的有点甜。不是，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看的那个词啊？我没有词啊。哦，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弄的呀，我看不到词啊。我在这儿啊，这儿啊， PK, 啊 PK 里面点开，这里有一个合唱，开启合唱。我是关闭啊。对啊，我现在我已经开了呀。然后放歌吗？哦吼，不知道啥玩意儿啊。哦，我给你转吧，我给你转。那行吧。一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想象情绪对我来说，你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我听不见词儿，太小了。你放大声一点嘛。这不是我，这我搁哪儿放大呀？调音啊。我没有调音。哎，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傻了。上不就好了。不行，搞不了，咱俩只能分开唱。你唱嘛。我唱歌这边伴奏就很小声，断掉了。你放呗。是我放的呀，现在的伴奏就是我放的呀。哎，我这儿怎么能听到？可能是因为这个功能是你发起的吧。那你来，你来发起。我看他好好执着啊，我看看啊。等一下。在音乐是吧？嗯 ，PK， 然后开启合唱 ，PK，PK， 开启合唱，嗯，确定，嗯，好，啊，我也有啊，然后呢？然后就点歌呗。我打开了，我没有。呀。你看嘛，我真的没有。哎呀。是不是嘛？我没有这个东西的嘛，我俩不一样。你没有玩过那个，没有玩过开，没有唱过歌吗？没有。哎呀，你没有 K 歌哟。我没有。哎呀，那我自己唱。你那你自己唱，你就别搁这儿点了呗，你直接搁酷狗放呗。嗯，我们一起唱。
我不想跟你一起唱。哎呀，我咋跟你一起唱嘛？我跟你唱不了。唱个桥边姑娘。我跟你唱不了。等一下啊。嗯。暖阳下，迎芬芳，是谁家的姑娘？我走在了那座小桥上，你抚琴荡忧伤。桥边歌唱的小姑娘，你眼角在流淌。你说一个人在逞强，一个人念家乡。风华模样，你落落大方，催子不唱了。我都感觉有点好像跑调哎。嗯，还可以。算了，果然我不适合伴奏，伴奏跟不上我的节奏。但是你唱歌，你就必须得跟着伴奏唱。还是《麝香夫人》好听，不，我们听那个吧。啥？听这首歌，我觉得好听。这歌好 free 哦！哦，我看到了，原来他在这里呀、啊！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有！你好神奇啊！你怎么找到的？他就在我这个心愿单下面，我刚看到。我都跟你说了，在心愿单下面。你又没跟我说在哪里？我说心愿单下面。我以为这里，我还专门看到这下面没有，我以为是这个心愿。神经！来嘛，唱嘛，我都忘了，你再点开。我来放，说唱什么？嗯，看起来唱。嗯，都行，都行。唱个。唱个千丝戏呗、哦、我会唱的哦，千丝戏吧，那就那你唱戏腔，我唱前面呗，反正我戏腔唱的不好。点了哈啊，这我会，那不调音。什么时候我唱呢？你先。什么时候你唱我不知道。啊，尽可把伴奏开大点嘛，我开了小点，只能你放，只能你调，我调不了。你调一下，你把伴奏调大一点。我要唱了。喂喂喂。嘲笑谁是美？你调了吗？你唱啊，你不是先唱吗？我让你把伴奏的声音调大一点。不是你调吗？你调，我调不了，发起方调。我伴奏声最大了。好吧。重新唱呢？美丽。哎呀，我一唱歌我这个伴奏就断掉了。没关系，我懂，我听得到。你男女我才会并肩。不行不行，唱不了唱不了。我来。你憔悴我替你明媚、你病为谁？他们迂回无悔，我却只有你支配。问世间哪有更完美？难化这念红尘似水，三尺红台，万事如歌吹。长别酒杯不沾杯，十分红烛尽沉灰。任谁记得谁最好的年岁？我为啥感觉他唱这么快呢？我听的时候感觉很慢。你稍微唱慢一点呢。行。克制一下，稍微慢一点。行。不要急。你哎，这咋唱呢？我舞如飞，你一引我动进退，苦乐都跟随
举手投足不违背，将谦卑温柔成绝对。你错我不肯对，你懵懂我梦寐，心火怎甘心扬汤止沸。你哭我不曾为，你倦我也不敢累，用什么暖你一千岁。恩与爱秋白发威，灯火为人有愁年眉，假如你舍一滴泪，假如老去我能陪，烟波里尘也去得完美。唱啊，我觉得唱的还可以，我自己觉得有点难评。你又不能唱。我这上面没法唱，我这个它这个功能有问题，还不够完善。是你的电脑有问题，我都可以。放狗屁，我都可以。太难听了，太难听了。好好难听。真的很难听吗？真的很难听。那你说我跟那个男的，那天那个男的比那个更好听一点。那首歌你们两个你唱的更好听一点，这我不是说你唱歌难听，我说你唱这个歌不太好听。反正我觉得我唱的还可以。嗯，我很认真。嗯。Oh, Bobby, baby.你明天播不播啊？明天应该要播的。我操，我好想直接休息到月底哦。直接休息到过年嘛。哎呀，我不想播，我消耗好烂哦。不许睡，顾辞。禁锢我的束缚，最后礼物。指甲都给老子撞烂了。我刚走你就不让睡，你睡什么嘛？前走这么早的自由。看透看透，我明天上课的呀。自由，那行吧。对面自嗨是巴比龙，巴比龙都出来了，听首巴比龙吧。哎哎哎哎哎哎哎，有咖喱飞你来，可飞你来，可巴比龙，吹吹风，嘚嘚嘚，说说的话你别说，哎，耶。呀哎哎哎哎哎，有个的 feeling like feeling like fight on my jam my car die mo Babylon 没瘦回来呀，哎，难受。他们还在谈吗？你觉得？嗯？我说 IU 和李钟硕。他们谈我哪知道、八总干嘛不知道，八总刷点吧。八总真的，我今天就收了118块钱，其中111块钱都是你刷的。你别叫他拉你，你给我刷了，我自己拉你行不行？你再给我刷点，你再给我刷点，我给你拉进去。好饿呀，我的肚子。
行，我不想吃。都没微了，我等会儿加你。怎么了？我加你嘛。刷点刷点刷点。刷点刷点，求你了求你了，刷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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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劲啊，刷点刷点吧，你先加我，我给你通过，你刷点。哎呀，我的宝贝喽，私发私发啥呀，你加我呀，你不加我我咋的给你通过呀，你又你咱俩又没绿泡泡，发群发什么群不行，发群我抢不着了，我不要。群里帮人天天来我直播间都不来，天天哦发红包就出来了，我才不要，我现实的很。他们天天来我直播间还行，他们直播间都不来，他们还抢红包抢个屁。酷的哟。就是，嗯。你在我直播间啊？没有啊，刷到直播间了。哦，听到我声音了。这群这进群这不能，这是不能免费吗？怎么免费呀、啊？别人都是给了钱的呀。这次免费吧，下次一定。好哥哥，我最近太难了，我下次直播间有大哥的话，我就给你免费进，我都不再要你钱的。说不进了，那是你自己说的，又不是我说的。下次我下次吃得饱我就免费拉你，行不行？我下次哪次吃是哪天流水高了，我吃饱了我就拉你，你看嘛。我妈，我今天真的好凉呀，居然，我操，你看我榜一给我刷的，你再看我总流水，我操，我播个屁，我真不想播，我播我好难受啊。不播就不播呗，我不播我又慌，我又想万一有一个路过的大哥来给我刷点呢。没啥想播的心态，没有万一，有。哎呀，真的。我在看，我下次就直接给你拉进去，班长，我发誓。哭的哟。你现在和三总怎么了吗？
一人18，我操，那你别进了，18块钱我还是不太需要的。欢迎延边海龙，我真抠啊，八角滚，烦死了。等等等，这啥歌呀？情诗啊。嗯。谢布送给我的小星星，唱唱唱。我的卸妆膏发货了没有？你几点下？我不知道啊。我走了。你下播了？快，应该要下了吧？这么早啊？不想播嘛。嗯，那好吧。看会儿小说算了。那去吧。拜拜。嗯。进群最少5000了。你在我为你备一件蓑衣，轻声传到寻常百姓的家里，有人欢笑，有人在哭泣。情真深处，我也落下了泪一滴，随弦断拂了思乡的心绪。你挽着做蝴蝶从窗框上飞起，飞过我指尖的眉宇，呼吸声指引你渐渐宁静，吹了灯让我拥抱着你。
少离人唏嘘，沿着你喂给我那烧热粥，这年月能悄悄地过去。几圈涟漪，你在门外听我恋热之曲，我为你备一件蓑衣，轻声传到寻常百姓的家里，有人欢笑，有人在哭泣。情真深处，我也落下了泪一滴，随弦断拂了思乡的心绪。你挽只走蝴蝶从窗框上飞起，飞过我指尖的眉宇，呼吸声指引你渐渐宁静，吹了灯，让我拥抱着你。
家的姑娘，我走在了那座小桥上，你父亲走忧伤，桥边歌唱的小姑娘，你眼角在流淌，你说一个人在逞强，一个人念家乡，风华模样你落落大方，坐在桥上我听你歌唱，我说桥边姑娘你的芬芳，我把你放心上，刻在了我心膛，桥想让你流浪，暖阳下的桥头旁有这样一姑娘，她有着长长的乌黑发，一双眼明亮，姑娘你让我心荡漾，小鹿在乱撞，你说无人在身旁，一个人在流浪，风华模样你落落大方，坐在桥上我听你歌唱，我说桥边姑娘
Bye.
So black I think I better know your drink. Everything you pray for, everything you play for. Baby turn around, mind if I sit down. Everything you pray for, everything you play for me. 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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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it. 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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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it. 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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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love. You got a sexy sound. You want another round. I like the way you play, boy. Tell me why you play, boy. Does it make you feel like nothing else is real? I like the way you play, boy. Show me why you play, boy. 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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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it. 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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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it, love. 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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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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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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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it. 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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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it, love. 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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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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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若为此先生记录一段情，悲心遥远与之呼应，再为你取出这把桐木琴，我又谈到如此用心。为我解开脚无安枷锁的那个你，哼着陌生乡音走在宫闱里。我为君王抚琴时转头看到你，先生终深藏处于的情绪。月光长长长长到故里，送回多少离人唏嘘。沿着你喂给我那勺热粥，这年月能悄悄地过去。满都城听着雨，夜风散开几圈涟漪。你在门外听我练着指曲，我为你备一件蓑衣。琴声传到寻常百姓的家里，有人欢笑，有人在哭泣。情至深处，我也落下了泪一滴。随弦断拂了思乡的心绪。你挽只做蝴蝶，从窗框上飞起，飞过我指尖的眉宇。呼吸声指引你渐渐宁静，吹了灯让我拥抱着你。
动着君王释放我孤身归故地，我背着情步步往回宫闱里，你哼起我们手指的那般曲曲，它夹杂着你低沉的抽泣。路途长长长长至故里，是人走不完的诗句，把悲欢谱作曲，为你叹气才感伤，何为身不由己。月光长长长长照故里，我是方回池中的鱼，想着你喂给我那勺热粥，这回忆就完结在哪里。这年月依然悄悄过去。だって私の美しさの 10% も描き出してないじゃないの。期待外れだったわ。買いかぶりすぎてたようね。先生。ごめんなさい。でも先生。
向江南折过花，对春风雨后。And it's costing my